怕到了。Hello， 又到了吃饭的时间了，现在来做什么呢？有我的小帮手帮我下水饺、嗯，来一起。水饺呢，在冷的时候就要下去哦。哇塞，好，再来。哇，好多水饺哦！水饺千万不能等它滚水的时候下去，因为这个是冷冻的，对，它一定会破掉，所以要在冷水的时候就要下冷冻的水饺，这样子才不会破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然后呢，等它水慢慢滚的时候，水饺浮上来就可以吃了。而且要变得白白胖胖就可以吃了 ，OK？ 等一下你们就等着吃水饺了啊！对，水饺是公的还是母的？水饺没有公的还是母？有，水饺是公的，因为它有包皮，也是母的，因为它是大肚子，知道吗？一点都不好笑。不好笑。拜拜，等会见哦。